平板，包括了 CNN、 英国卫报、纽约时报以及电商龙头亚马逊的网站都进不去。法新社报道说了，美国白宫网站也是一度出现停顿，但是经过不到一个小时，大部分的网站逐步恢复正常。根据了解，问题可能和云端服务公司故障有关。